董事长，今天啊，贵买指数又是强强强。是，你有在标题说被动元件主演是真的吗？对啊，其实上个月指数又在创新高了，好不好？那其实中小型个股里面可能会有被动元件单杆主演，那为什么？还有今天其实前后任的主席、费的主席，还有台湾的金管会主委都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就对台股哦是影响非常重要。今天节目一定要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荣耀华尔街》，我是主持人 Zoe。 今天是2月19日，台股开盘16376点，中场收在16341点，跌83点。美债殖利率进扬，投资人开始思考，是不是该弃股转债？那美股是由科技股领跌，四大指数同步收黑。那台股今天是持续震荡，但是尾盘大家有看到个股是纷纷回温起涨，急拉上攻。中小型个股也如投资长预告的一样，非常突出。今天呢是再次突破新高，收在最高点。后续盘势解析，我们交给经济日报台股王、单周绩效纪录保持人，同时也是全台湾 LINE、Telegram 粉丝人数最多、演讲讲座场场爆满、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。投资长好，若雨各位同学大家好。投资长是，台股啊上万六，连金管会主委黄天牧都有认认真真跟大家呼吁哦，不要因为 QE 钱变多了就说这是资产泡沫。对，都跟你说的一样。等一下，金管会主委啊讲的不错，是。可是费的主席讲更仔细，你再看费的主席怎么讲。对，财政部长叶伦也有说到哦，对，跟头长说的这个一模一样。因为低利率的环境，所以呢本益比偏高是正常的。我看那个文章我吓一跳。起鸡皮疙瘩啊。对啊，我讲了一年啊。是，我不然因为我823点，为什么我说台股会上13000？你们以为可以开玩笑？是，关这个东西你就可以财产翻倍了。对，你只要搞同一个观念就好了，无道一以贯之就可以了。那你继续讲没关系。对啊，因为头长一直在节目当中教大家。我要看我们讲100遍了，100遍我不知道，50遍一定有啦。对，50遍一定有啦。哎呀，是，对，你继续说。是，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所以今天我想帮大家问，就不会算是，就也不用太担心，也不会算是泡沫，其实大家都可以找寻低档的机会来进场，对吗，头长？他妈，我跟你讲一件事，我再讲一件事哦、喔。我昨天还在讲，给我一个，只要你保证我30年。是零利率，是，就像现在零利率保持维持30年，我可以跟你讲，台股3年内就可以上50000点。那现在已经保证2年零利率了、啊。对啊，所以很多人说泡沫泡沫。我昨天遇到我的同学啊，我刚同学啊、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每天看我节目。他说我看台股不爽哦哦，还有我现在买不起东西，买不起房子，他本来买房子、现在买不起，是啊、他还是很有钱呐、人家也是一个富二代啦、然后买不起。对、我心想说啊，你搞不懂一个很简单的观念，什么观念？就零利率的情况之下，不得，因为没有人想要存定存，他就会强迫他消费，你懂吗？强迫消费，他就去买房子，他就去买股票，对，就这么简单的利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一直说，投资朋友，你现在如果不做投资，是，不论你是医生，你不论是工程师，不论年薪200到300到400到500，你现在你不去做强迫做个投资，我没有叫你一定要做股票，可是你要强迫自己做投资，你懂吗？可你做投资不是做什么美元定存保单，那个都是定存的东西，都不要做。好，我一直说傻了还做定存，我还是想跟你强调，傻了你才做定存。我不是要骂你，我也不希望你傻。你说部分做定存，我勉勉强强接受。比如说你资产好几亿啊，如果你只是100万、2000万、1000万，你说你做定存，人生怎么翻倍？我说傻了还做定存。我说你不认识工程师、医生，现在你就是你不理财，财一定不理你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每天一定要讲一样的道理哦，来看一下。黄天牧金管会主委强调啊，台股不是泡沫。对哦，我想请肉一唱那个啊、泡沫。突然 Q 我，突然 Q 你，没准备，可恶，没准备好，没关系。好，今日报台股不是泡沫哦，金管会主委强调，大盘创高有基本面支撑，提醒投资人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做好选股。问你懂吗？所以台股不是泡沫化，所以金管会主委强调这件事情。所以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、提醒投资者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做好选股。他是说，不是泡沫化，可是随时有风险。当然，我是主委，我一定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所以我要讲的是说，可是他强调是不是泡沫化，这个就算了。这句话主委讲的比较四平八稳，讲的是对的，提醒大家风险。就像我们有时候会提醒大家风险。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之前，
Fed 主席，现任 Fed 主席，这个我那时候讲的时候，去年十二月十七号，那时候台股多少？14000吧，13000。我们来看一下十二月十七号，那时候十二月十七号，这边 ，Roy 那时候才14000而已，现在16000多了。那时候14000，大家觉得台股神经病，怎么高？还突破历史新高，突破16682，它泡沫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说零利率关系会让台股怎么样改变它本益比？你看美股不一定高估，怎么样？Roy，你给我听。美股不并不一定遭高估，因为无风险利率将续低迷。他说美股不一定是高估的哦，对，因为无风险利率将持续的低迷。什么叫无风险利率？就是你的零利率嘛，就是你这些相对的一些国债利率嘛。对，你看哦，本益比确实来到怎么样？历史偏高的位置。本益比来历史偏高哎、欸。对，怎么办？巴菲特指标告诉你，哇，好恐怖哦。说话。巴菲特指标像失灵的，我告诉你，巴菲特指标失灵的，巴菲特指标失灵的，你不要死读书。如果你死读书，你一辈子也在股市中赚不了钱，一辈子。我很认真跟你讲，好、哦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讲巴菲特指标是不是失灵。你先看本益比好不好？本益比确实来到历史偏高位置，但在无风险利率将持续保持低档的世界里面，就告诉你零利率嘛。对，风险股票风险一筹就是如今看到的样子，就告诉你。本益比来到偏高，可是你零利率的情况下，本益比哦、喔，其实哦、喔、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，就是这样讲，本益比高，可是并不严重。他意思这个意思，你听不懂哈？说投资长他是这个意思吗？他就这个意思，你还听不懂没关系。这是鲍尔讲嘛，现任主席嘛，对。对。那现在财政部长也是前任的费德主席来讲一句话，来。耶伦怎么昨天讲的？2月19号哦，不是昨天啊，是今天几号？是就今天嘛？哈，今天56分。不担心通膨，是不是像我昨天讲的？是，我是昨天讲是在福利社讲，还是今天讲？我说通膨，对我说通膨完全不重要，对不对？我说药也是，你看是不是讲的一模一样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有没有？叶伦是今天讲的啊、哦？叶伦有没有看《荣耀华尔街》？我告诉你，绝对没有。叶伦不担心通膨，费的可以应付，我讲的嘛。低利率会推升，我怪对不？本益比，第二步啊，什么叫推升本益比？我跟你讲，本益比就是个很好玩的东西。10块钱的 EPS， 我给他10倍本益比多少钱？肉眼100块嘛，对，10乘以10100嘛，对，10倍本益比，我给他30倍本，哎、欸，10块钱的 EPS， 我给他30倍本益比 ，EPS 都不变哦，从10倍本益比变30倍本益比，股价从多少钱？从100块变300块，这就是台积电上涨的秘密主义之一。投资长，台积电 EPS 才一年增加2-3块，股价涨了2-3倍，你搞不清状况。你就是搞不清状况嘛，人家说废的，你说我人为言轻，我有人为言轻吗？我怎么样体重也很重啊，哇，这个没关系哦，我怎么样人为言轻？我也是全台湾粉丝人数最多的啊，懂没有？粉丝都知道我每天一定要秀一次演讲图啦，好不好？对哦，不秀你们会觉得痒啊，好不好？我都是很痒哈，痒痒痒哈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哈。看一下全台湾哪一个办演讲讲座效果人那么多？一场演讲座1300人，1500人，三场讲座3000人。这都是人，是不？旁边有人还照不到，若隐你可以坐这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大家举手，哦，举手，看到，举手，哦，谢谢他们，举手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谢谢他们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，投票，你想看你要怎么分析师？好，我讲的，我说我怎么样，也不是人为言轻，我是全台湾粉丝最多的，投票，我一直跟你讲一个观念，来，你有没有看到Fed主席告诉你，低利率会推升本益比？所以台积电什么都不必做，就算它今年 EPS 没增加，它本益比就会提高了，因为它是全值股中的全值股，它是最绩优的龙头股，所以你们搞不清楚状况。哎呦，这个股价好高啊，像我同学一样，哎，这个股价好高哦，因为我跟他很熟，应该可以开他玩笑。哎，这股价好高哦，我不高兴，我要放空台股，台股就是一直涨，阳春面就是越来越贵，以前阳春面5块钱，现在50块钱，我每次都用很简单的逻辑，现在网络上越来越多人啊。你看到比如 D 卡的、哦、或者是 PTT 啊，很多不好意思的都算投资长的徒子徒孙啦、啊、因为我一看就知道那是好像我都觉得好像是我写的文章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因为你们关系我现在不得不看 D 卡、啊、哦 PTT 好、哦、嗯啊 PTT 因为 PTT 有账号好、哦、有账号好、哦、很早之前有账号是不常用，现在比较常用的啊，那 D 卡的没账号，为什么？哦，好像要学生证才行，我没有学生证的。对、啊、对新一代的场你也没有学生证吧？我现在没有哦，申请什么临时账号？哦，看一些投资朋友，我现在分析师很可怜哦，老一辈的话也要听得懂，年轻一辈的想法也要听得懂，看你们在想什么都要懂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定要懂，
哦，为什么一定要懂？因为你们都是股市中的一份子，我懂你们的想法，我才可以战胜这些人的想法嘛。你懂我意思吧？就像我懂耶伦的想法，我懂费德主席的想法，低利率会推升本益比，看到是不是这样讲啊？是耶伦讲的哦。哦，你看啊、哦。他在解释，他表示我们目前怎么样？处于利率非常低的环境，对，虽然股市估值相当高，就股市现在很高哦，对，但是在超低利率的世界里，本益比通常是会偏高的。话虽如此，你也知道，对市场或许有些部分需要特别担心，对对对，还是要提醒一下风险、啊，就跟黄天牧讲一下嘛，是 是没有泡沫，可是要担心。我们再强调一次，是虽然股市怎么样？很像估值相当高，股市现在非常高、哦、对，但什么超低利率的世界里，本益比通常会偏高。同志们，我讲了一年，你们搞不懂为什么八二三点的时候，郭总砍了13000，到现在跟你讲台股，你不用去预测行情，上面没有压力。费德主席跟我讲的一模一样的话，不论是上一任或这一任，全部讲的一模一样的话。你要的就是看到未来的分析师，我郭总最强的就预测能力。什么瑞德西瑞解药？我强调一件事啊，去年也是好几位分析师、好几位医生打来骂我，怎么可能药 有半年通过药，一年通过药，跟能通过药，我跟你信，那怎么办？后来也没跟我信啊，我也不强迫我嘛，没有，因为我还是要尊重医生啊，因为医生其实也会觉得自己智商很高，我要尊重人家，我没有特别要赢谁，只是我的预测能力就是比人家好。跟你讲说有2种以上的疫苗，我预测能力比较好，你同样你觉得都讲一样的话，不是我都讲一样啊，我讲完以后，你看、啊这任主席，这一任主席讲，耶伦又讲啊，只能再证明我一次吗？是。你为什么？你们知道为什么投资者会常常觉得说我的话在重复吗？因为我一年前就看到现在讲的事情了，所以这一年我一直重复，然后一直发生，一直发生，你懂吗？所以你会觉得我话在重复，那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。因为我一年前就可以看到一年后的事情了，所以这一年过程中我一直重复，我才发现哇，最后的事情都一样，所以你完全不必担心，任何这个都是一样啊。那投票你说现在很难做。那么今天大盘怎么样？下影线，对，下影线100多点，下影线130点，怎么看？其实下影线已经不准了，为什么？来，因为之前有下影线嘛。嗯。之前你记不记得我用我的预测能力告诉你，台股只要白点下影线都最低点，8次都准，第9次以后就不准了。就像前阵子，如果你有买轰天雷，或者我直接跟你讲那个投本比，就是投信买的买超张数占股本的。比例前3名隔天都是单冲的狂飙标的，肉你不觉得很准吗？对啊。那现在这个有准吗？没准。所以股市没有一套，是你要靠你的盘感，一直不断的变化。可是现在就投资而言，有一套大的公式在，这一套大的公式2年内都不会变，就是2年内都是零利率。是。送分题耶！哇，你要像我同学一样，哎呦，我看股市不开心哇！我看你就被人家财富重分配。你钱很多，你看起来你年薪很高，200,000在台湾可能已经95%，赢了95%的人。So what？ 其实现在很多人股市赚更多钱，真的，可是赚多少钱，好不好？这个不用真的嘛，你自己就知道，哦，这是现实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来，股市涨，房地产势必是会多少涨的，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哦，所以我们要跟你讲说，这白点下影线130点白下影线怎么看？我没有怎么看，可是我要跟你讲的是说，大盘其实也不会下去。至少这边我认为15000点是不会破了，投资者15000点夸张，15000点到现在也不到10%呢，至少10%回档不可能，10%回档你都受不了，那投资者你不要做股票。可是上柜指数创新高，所以你有一个分析师190在这边，过年前跟你讲190不会破，过年后说一百九容易破，说上柜指数开高走高收最高。對，因为觉得这个分析师很夸张，怎么可能？这种分析师就是我 ，It's me。我没有，我连耶伦在想什么都知道，我连费德主席在想什么都知道。他们是最近才讲说这个零利率会推升股市哦。是，我在8523点的时候跟你讲台湾股市13000，对啊。所以一两句话你就知道我有没有料啊。如果你看到现在你还不知道郭董是谁，第一个你一定是股市菜鸟。如果你还觉得我逻辑有问题，那我可以跟你讲，你赶快在股市中毕业。我是说真的，不要做股票，好、哦，真的你可能逻辑没有到很好。啊、如果你不喜欢我，那你可以不要看我节目，我觉得没关系。可是你不要跟我对坐，没错，你跟我对坐，你真的钱太多。第二个，你逻辑真的没有到非常好。虽然我讲话，你一开始觉得你一定受不了我郭哲龙，可是你去想一件事情：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我？为什么粉丝这么多？为什么曾经 Telegram 所有的摩尔
摩尔成立退股，为什么这么多分析师成立这个？你去想一件事，为什么我都是做第一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去想清楚好不好？同学们，我来给你看预告，我们再看一次预告，来看一下预告，这个，等一下、喔，先看这个预告，来。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节1月20号嘛，过年前对不对？對，我说上柜指数没办法突破190，来，哦，因为小型个股会拖累它，是小型个股是很难再创新高，这190这个价位对不对？对，190这个价位，看到这190，对，190这价位，同没有？基本上哦，很难再突破了。我认为是很难的、哦、突破、哦、好不好？很难的，好，很难突破，我们看190难突破，这是过年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过年后是不是然后2月16号是过年最后一天嘛，对不 对初五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明天开始解套，我想上位指数我答，你看好，明天开始解套。第二个重点是中小型个股，它可能是开高走高，收最高，收相对最 高，所以你明天 要突破中小型个股，中小型个股里面有个族群，明天开高走高，收最高，那你看这2月16号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你看一件事哦，连续三天开高走高收最高，连续三天开高走高收最高，连续三天开高走高收最高，这是上柜指数。对，这叫预测能力。那当然我知道你内心还是有点觉得还不够开心，因为你说上柜指数涨，可是没涨到我股票，其实有些股票还是有涨到，今天友达没有涨到吗？精彩没有涨到吗？奇力新被动元件龙头之一，它没有创历史，没有再创新高吗？有啊，只是现在上柜指数涨更多是什么？好，我们今天福利社投资长等一下要办什么？那个我要先讲吗？没关系啊，叫什么？漩涡鸣人、哦。漩涡鸣人，天啊，我还染头发哦，我头好痛啊。对，漩涡鸣人，好、哦。对。哦，所以漩涡鸣人在这边。哦，我们的漩涡鸣人，哦，我们今天的标题就是那个。绘图转身，噔，什么千年煞是绘图转身，很多小型股它其实之前弱，现在开始轮涨，可是它是好现象。就像我讲，你每天台积电涨，那台股就独角戏就唱完了。哦，台积电点好，他没有台积电点好，台积电本来就不是标股，它是绩优股。你把台积电当标股，你台积电如果不知道，我就我那时候我讲过，我台积电为什么筹码乱？因为很多人是融资买，我投资没有融资买，你是有问题吗？好。那我是很直接的话，台积电一年你就损失了7%的利率，你也看摆脱，一年损失7%，你到底要赚多少？所以台积电是标股哦，不是台积电不是标股，台积电是绩优股，对对对，绩优股是要拉回买，是拉回买。你这边台积电如果跌到650，你要考虑买。你说不跌不到700到1000，我觉得这一两年内有机会，是你不要跟我说今年就要1000了，今年1000那真的是泡沫。好，那台积电真，台积电已经把3年后的事情都涨完了。是，因为我一直跟你讲，你们真的少算一个风险，就是等到盈利完以后，等到可以出国消费的时候，是势必会排挤部分的电子产业、电子消费产品的一个消费。对，你wait and see，你等着我讲，等着我讲。啊，同学们，去年也只有我说 iPhone 卖得很好，去年没有人分析师认为。对啊，所以你有看华尔街一些新闻，有分析师这样讲吗？没有，我是还没公布之前就讲了。对，我说因为大家不出国，会把钱拿来买东西。对。而且买电子产品，真的。我那些你看啊，现在是卖上，你看现在什么？我昨天看到很夸张，中国地区的那个 iPhone 销售量是去年同期的158%，没错没错，激增有1000万台就变成2500万，估计2580万台。是，不能出去嘛？你都不相信我讲话，那今年大家会觉得 iPhone 卖得很好，我跟你讲，就卖得普普，不会卖得特别好，甚至可能差。就算它要屏下指纹辨识都是一样，我会换的，我还是会换，每年都会换，为了你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董事长，你不要骗我了，你自己明明想换手机，我问你们，你问肉眼，我是什么杰森，对不对？对、啊。只是我该花钱的时候，我很敢花了。好、哦，对啊、哦，对啊，就所以该花钱敢花，可是其他的我自己对自己还算蛮客气的哈、哦。对，好，这跟大家讲，好，这扯远了。所以台积电至少前半年风平浪静，至少四月前用力做多，所以你看到、哦、上柜指数现在很强。那我跟你讲，这绘图转身也是一样。你说董事长啊，今天都涨一些，合一啊。不要想太多，这个叫类股轮动，这是好现象。上柜指数创新高，哎，总讲什么？上柜指数创新高，总比台积电每天创新高来得开心嘛？哈，什么？你有台积电？不要这样想嘛。哈，什么？你有台湾50？好了，迟早会轮到你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
知道轮到你了，都没有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觉得天天涨都涨，可是你的鸿海没涨。我再讲一下一件事，鸿海第一根涨停板叫你昨天是80几块，后来怎么看鸿海？我跟你讲，这边鸿海买，我买蛮低的，这边只要跌破110，我要加码哦。那可是110是110，是100块加码还是90几块加码？不告诉你啊，这是会员权益啊，全部讲完了，没有来加入会员的，好不好？好哦，会员最近会抱怨哦，说我有时候太老实。一样哦，那这个更这个半年就好了，因为现在我跟你大胆预测哦，疫苗可能会，大家说我们疫苗打7年才打完，不会今年就可以打完的。哦，所以华航到时候航运股，你不要等到哇，空姐都出动的，是，然后空姐知道可以上班，自己买航运股了，然后航运股拉起来，我讲的是航运股，不是货柜股哦，哦，我讲的是航空股哦，对，华航、长荣航，到时候发现哇塞，它发飙了，哇塞，大家人山人海，每个人都要怎么样？昨天你们看那个新闻。那个张国伟就 是对不对？哦，张国伟嘛，曾经新宇航空嘛，以前长荣航的董事长嘛，对不对？卖了2.9万张，缺钱啊？为什么缺钱？我昨天看一下他的公司新宇航空，我把你几百人1000人，还没开公司每天烧钱1000人，嗯，哦，摸80个人，我就很大了，哦，投顾界就是最大了，对，哦，摸投顾，哦，结果这个1000人我吓到了，就每天在烧钱，所以你看这一部分其实很多公司，但是张国伟可以任性啊。对，我想要开个公司，就开个航空公司，人家有钱呐、有钱就可以任性，所以记得多赚点钱、有钱就可以有钱人终成眷属，所以多赚点钱。虽然我讲话、有时候奇怪，可是我讲话都很实在。好，有钱就可以少炒很多家。好，投没有好，扯远了。好，所以也是啊，有钱就可以任性。可是你看人家卖2.9万张，代表什么意思？缺钱啊。他说不卖长荣航是什么原因？他觉得股价很低，投没有？长荣航股价很低，长荣航现在还是历史的低点啊！你看啊，以前的20几块啊，你懂吗？对，肉眼懂意思吧？对，以前的20几块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现在说13块，也是相对的低点啊。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他为什么现在卖？因为航空公司很缺钱，甚至很多怎么样，廉价航空都倒闭了，对，都缩短航线的。这个我再讲一次，这就跟为什么现在车用晶片一样，我再讲一件事啊、喔，这个再来讲过一次，再讲一次，车用晶片有什么缺？去年的时候，大家觉得大家不买车啦，对，所以砍啦、啊，这件事哦，到时候重播、哦，这已经讲第二次，2月19号，那个制作人跟导播，不导播，我们助理记得这一段，好，到时候重播。这个车用晶片为什么今年车用晶片，2021年车用晶片大缺？因为2020年的时候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疫情的关系，大家不需要车子了，车子卖不好，所以砍单的，对，砍单以后产能给别人的，现在一样啊，现在砍什么？砍那个航运线啊，嗯，哦，很多航空公司倒闭的啊，对，结果到时候你发现我就要出国怎么办？航空线没办法出来，是，那我飞机票价就非常贵，本来5000块，现在变10000-20000，你信不信？必须的，所以到时候那个航空股非常强，是，你要就现在买，你相信我，因为我不知道昨晚什么时候变强，哦，你相信我，那是可能瞬间的，但是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啊，因为我是做比较长的，你为什么看到新闻有疫情的，准备出国，你要赶快买，哦，可能出国前他就先涨2-3根涨停板，我说哇，投资长你好厉害，你来自未来。是啊，你就发现我每天重复一样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1年后的人生，我看到半年后你的人生。这就是我的能力，我就跟人家不一样。所以刚才说，你看航运线，到时候你会砍线的，哇，砍航运线，哇，到时候票价狂增，长荣航、华航狂增啊。因为你看啊，空姐好像也没什么，也没什么失业吧，都待在家里而已啊。对啊，因为外面找也不好找啊，都啦哈，我不再刁你们了哈，就是我至少听到很多空姐转行的不多啦，哦，大家等啊等，就是嘛底薪就2-3万就等啊，不然怎么办啊？就等啊哦，所以也辛苦啦，各位空姐、空少、机师辛苦了。到时候航运股你会一飞冲天哦，你们明年福利刚刚好，所以到时候这个航运股也是半年后非常强的，这个是看半年的，不好意思哈、哦，看半年的哈、哦，可能不用半年哦，可能比想象中那个，我只是觉得台湾好讨厌哦，为什么疫苗这么晚哦？应该一开始买快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但是台湾防疫不错啦，我们特别要归罪政府啦，好不好？民不与官斗，我只觉得如果防疫这么好，为什么买疫苗不像以色列一样，你要不计代价去买，买贵一点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三人无祖国啊。对不对？你虽然辉瑞疫苗啊，美国、德国研发的啊，啊，你给他多一点钱，他还是卖你的、啊，你懂不懂？啊，当初就不愿意多付一点钱啦，我的看法啦，哈、哦，但是我不一定对，啊，因为我好想出国，嗯、啊，人家是好想赢韩国，哈、哦，我是好想去韩国跟日本，哦，我去短期的就可以了，哦，不要去太长期的，去太长期的我觉得没有工作好无聊，哈、哦，好，新三电也是一样啊，哦，所以很多股票是涨啊，这是怎么说没涨？新三电，你看今天一批是多少？一批是多少？哦，EPS 5.77元，本益比11倍，
肉眼去哪边找到十一倍本益比，就如同鸿海一样，嗯，没惊。来，肉眼来，来我讲一件事哦，来，我们再看一次，来，我们再看一次这个逻辑，来，鸿海今年可不可以赚到一年可以赚八到九块？可以啊。鸿海你觉得会不会倒？肉眼告诉我，不会。我跟你讲，是我不会讲不会倒。我觉得鸿海倒，台湾差不多也倒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好，是不是？那我的想法是要死一起死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没加啦，反正就是你买鸿海，你觉得很痛苦，它倒了以后，有人比你更痛苦啦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所以我的想法这样子，很公平嘛。所以鸿海一年可以赚八到九块，嗯，那现在本益比多少？十倍、十一倍，对。同样，那你再记得我讲一句话，来来看一下，就是来来来看一下，就是来来来来，叶伦怎么说？叶伦最后一句话说什么？低利率会推升本益比。叶伦说，低利率会推升本益比。答案不出来了，低利率像是零利率嘛，对，所以鸿海怎么样都会推升本益比，二十倍本益比很正常啊，怕什么？我光这一点我就可以，就这样无道一贯之就可以讲一年，讲一两年的，同样你好混哦，没办法，大道至简，真的，无道一贯之就这么简单哦，低利率推升本益比，鸿海二十倍本益比很正常，十倍本益比太羞辱他了，你问这边我完全不会担心，同样我赔钱一百二买到一百一，朋友啊，如果你赔个几块钱你就紧张了啊，不适合做股票。就像台积电，你买679元，你就觉得怨天怨地，不适合做股票。哦、我是问你啊，就是买台湾五十，买台湾五十就要被把眼睛遮住，好不好？哦，人家是天黑请闭眼，请你拜托，不论是白天跟黑夜都闭眼，好不 好, 好？不然就不要做股票啊、哦。我是跟你讲的哈、哦，买台湾五十不会倒啊、哦。你就啊，投资啊，我很怕死，大家交朋友，你不要加入我会员，就买台湾五十就好，好吧？啊、记得按赞就好啊，加一、嗯、留言按加一，对、哦、啊，说哎、欸、说肉眼今天很漂亮哦，肉眼今天牙齿好像比较白啊，刷的牙齿比较多哈。哦这我们这他刚才跟我讲的梗啊，我不能跟大家讲太。为什么？啊、可以讲就是不要讲。对啊，又没讲。哦，没有。就是牙齿美白。他做美白啦，哦，是不是？哦，他做牙齿美白。嗯。哦，董事长没有做牙齿美白啊、哦，我之前有做过一次。是。做了一次，我说，哎、欸，我就问医生说，哎、欸啊，我怎么牙齿美白，怎么好像没有差不多一样？他说啊，没有，你牙齿白就属于 A1 等级的白。那我说，那你干嘛叫我做美白？真的、啊，先收钱再说、啊，先收钱再说啦。再说实话，真、哦、的，我不是代表我，没有啦，那还是我好朋友啦。哦，医生也是跟我，我也是从小跟他的到大哈、哦，是有没有跟大家讲，我是觉得哇，怎么现在跟我讲？老师你看啊、哦，所以那是叶伦说低利率推升本益比，所以赔比那么低的鸿海完全不会怕，好不好？那你看啊、这边什么零利率威力，好、哦、让台股上三万点啊、哦，但是那是另外一个主持人，好不好？对哦，肉姨不要生气、哦，不会。哦、但很厉害哦，就在2020年五月四号，五月24号，24号那时候看是10000点，对，我那时候其实3、4月，我那我们制作人3、4月我就要做了，是，台股30000点啊，你知道下面留言台股什么30000点，10000我就跟你信啊，还是没有跟我信啊，是30000点，是，是30000点，不相信，现在就有人觉得有可能的，看起来有机会、哦，那你们这是我那个时候逻辑哦，我跟你回去看这個，你去搜寻，嗯，零利威力，它是这个零哦，其实不应该用这数字零。我要想要改名字，马西，你去搜寻零利率威力，让台股33000点，去搜寻，你会发现他的逻辑思考跟叶伦的讲法一模一样，你就发现我来自火星，我看到未来，无道一以贯之，我看到你的未来，这就是我国总能力，这就是为什么粉丝那么多，我可以看到你的人生，看到你的未来，你就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，好，不要跟我对坐，没有意义，你不相信我就算了，啊，你要跟我对坐，这样子会很辛苦，一样啊，一样，是什么？我爱思就想要买一个本益比较低的股票，创意。啊，那不是创意，创意是演讲送的嘛？对，创意赚12%哦。是。啊，加班让你赔钱呐、啊，赔4%呐、啊，加起来有没有赚钱？有。信昌店现在也是回到成本呐、啊。对。嗯，赔0.9%。我以我演讲前一天的收盘价为主。是。我以演讲前一天的收盘价为主，而且肉眼你看哦，其他都有赚钱的时间让你跑哦。对。我以现在今天的收盘价跟演讲前一天我送的时候的收盘价为主，三张股票加起来。加班好，你说好严格一点。加班其实有赚钱的时间，也可以走。没关系，因为我也没走，赔4.2%。是。信昌店赔0.9%，创意一档12.5%，一档赢全部。董事长，那也没赚多少。哎、欸，我承认没赚多少，可是没让你赔钱啊。朋友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至少你不是韭菜嘛，是不是？你不是韭菜，你也不是韭菜盒，你也不是韭菜水饺，通通都不是。都不是。好，我也不喜欢吃韭菜，我也没把你当韭菜来吃。好，我不吃韭菜的。好，我也不吃。好，怎么样？来跟你讲，所以你们通通不是韭菜。你们是我爱的粉丝，很棒。董事长不缺这个钱、哦、不需要帮你们出货对象。好、哦，我是跟大家讲，你们大家都是我朋友，好不好？我会员朋友们更是我的朋友的朋友，
好不好？我每天让你赚到钱，我也很内疚，我的个性是这样子。不然你看，只是收一档股票，我每天要需要解释成这样子吗？你看有人能需要解释这样子吗？你想送的股票解释成这样子？啊、你们有些人，有助理跟我讲，董事长你都把粉丝宠坏了、哦。你有时候好像没有像五五什么 part one part two 啊，赚个 100% 哦，你觉得不为过？对、啊，我觉得好像那时候赚个 80%、100% 很正常。对，现在没赚，好像觉得内疚。董事长人太好了，我这个性就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人在做天在看哦，不是我跟你说我多爱你们，我跟你说我对大家多好，我说诚信多重要，不是我嘴巴说。你看我的行为，行为才是重点。对，行为才是重点，好不好？行为才决定我或决定一个任何人都是一样啊、哦、想法，好、哦、的一个真正人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真正思想。3324双红也是一样，我们说为什么新华新科这么强，就是因为库藏股。我跟你讲，双红的库藏股实施的比华新科还多，华新科现在你看比国巨还强，你怕什么？就是联电，我现在是抱着，好不好？我今年半导体你完全不必怕，3374是精彩也不用怕，6187的万润，这是台积电概念股，不用怕，它就是轮涨。今天上柜指数虽然不一定涨你的股票，可是很多股票也是有涨到、哦，有达，我是说有达创新高了，有达创新高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今天涨太阳能，可是你看不出来很多股票在创新高吗？有没有看不出来吗？然后呢，那个封测只涨一天，不用担心哦。还有3711是不是日月投控？我把它我考虑拉回的时候，我再进场。所以其实很多标股，今天上柜指数台股下影线130点，周线还是收红，周线还是大涨，大涨多少点？我看一下，周线大涨538点，538点，懂没有？这个还不算多头行情吗？没有连续两周黑 K， 这还不大多头行情吗？这绝对是大多头行情。上柜指数连续三天开高走高收最高，这个真的是大多头行情。你看，我们不论我们今天华新科再创新高，我们你看一下我们这恭贺的简讯，这是一切预告在前面，华新科恭贺简讯再涨。手上持股获利续报，那个十几倍的本益比，这些股票都十几倍的本益比，股价太便宜了。低利率环境下，的确会推升本益比。这是投资长我一年前讲的，结果费的主席，两任费的主席全部不约而同，财政部长不约而同讲过一模一样的话。你想看，你要不要来一个跟随一个来自未来的分析师？想清楚，欢迎来电下去0806-8085。不论怎样，一切的一切预告前面，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。记得在 YouTube 搜寻郭哲荣分析师，订阅我们的影片，按下小铃铛。想要了解更多资讯，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668085，了解更多。荣耀华尔街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，觉得有深度的，还蛮准确的，欢迎按照我们的影片，订阅我们的影片，按小铃铛，记得按全部接收，还要加我们的 LINE 以及加我们的 Telegram。我们的 LINE 跟 Telegra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。谢谢各位。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